已经在四月宣布分信的文咏珊将会在十月和金融财俊男友吴启南在意大利举行古堡婚礼。他们这天就先在香港低调注册正式结为夫妻。 Janice Man 早上就穿上中式裙褂，戴上价值近300万的红宝石耳环向长辈敬茶。到了中午，新娘子就换上设计简约的白色露背婚纱，配上珍珠耳环和钻石手链举行注册仪式。之后一对新人就接受传媒访问，戴上巨型钻戒的 Janice Man 致辞的时候还忍不住感动落泪。都会，因为想着我觉得应该今天应该都会很平静，但是到签字那一刻都是不太好忍得到。那长辈又有没有催你们快点进行做人大计啊？顺其自然啦，因为我们两个其实这一年都还很忙，那我其实十一月一结完婚，十一月之后其实都已经要回去拍戏，那他都是啦，是啊，他成日都要飞，所以就顺其自然。成为人妻之后 ，Janice Man 又会不会考虑减少工作，专注家庭呢？佢好俾自由我嘅，佢好尊重我，好俾自由我嘅，咁同埋佢都知道我好中意做嘢嘅，系啦，所以应该唔会啩？开心得噶啦。